女孩子家，在外面瞎混什么？都多长时间没回家了啊？你赶紧给我回家！你管得着吗？你不回家，我就报警了啊！我最近遇到了一个好人，我喜欢他，我也一定会让他喜欢上我的。你是不是傻？你以为人家爱你呢？人家那是占你便宜，别一天到晚像个荡妇一样。神经病啊你！唐大爷，你冷静点，你冷静点。是不是痴呆呀？出去！小琪，你看，这是你爸爸给你买的运动鞋，也不知道他跟你说没说过这个事情。我有个儿子，比你小几岁。他也喜欢打篮球的，喜欢 NBA， 喜欢运动鞋。可是我呢，从来都没有给他买过一双运动鞋。我总是觉得呀，像你们这么大的孩子，没必要穿这么贵重的鞋。现在想想，我真是亏欠他挺多的。我儿子，我很少陪他。也很少跟他交流，每天就是破案抓人，我有时候都不知道他脑子里在想什么。他喜不喜欢我这个父亲？有一段时间我当父亲的挫败感特别大。小美人鱼真可怜，用自己的声音换来了双腿，却每一步都像走在刀刃。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啊？那个孩子本来在这世界上有个亲人，现在一个都没有。对不起啊，我刚才不应该乱说话。赵志平是想凑够一笔钱，带他儿子去美国做手术。去美国做手术？赵志平就是一改车工，他哪有这实力啊？难道赵志平是为了他儿子的手术费去给何健顶罪，所以才惹祸上身的？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最恨何健的应该就是叶晴的家属，那叶晴的家里边现在就只剩下李仁成、物理老师。一会儿问话的时候，我就不插嘴。今天这么有觉悟，是怕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最讨厌老师。估计老师也不太喜欢你。叶老师，您好，我们是宁海分局刑警队的，有些事情想向你了解一下。叶老师，能说说你女儿叶晴车祸案的疑点吗？错判算疑点吧。能详细说说？没什么详细好说的，我只有一句话：何健撞死了我的女儿。何健？他不是你女儿男朋友吗？他为什么要撞死叶晴？信不信由你。何健这个畜生，他不仅欺骗了我女儿的感情，撞死了我的女儿。我女儿死了，他逍遥法外。你认识唐军科吗？那是个做伪证的。那你认识赵志平吗？赵志平是个顶罪的。比起唐军川，这个替何姐顶罪的赵志平，他更可恶。我要是有机会，一定亲手杀了他们。可惜了，我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他们死有余辜。你怎么知道他们死了？我没说他们死了，我是说他们该死。昨天晚上7点半，你在什么地方？在家。谁能给你证明？有活人给你证明吗？秦姐和我老伴死了以后，我身边就没有活人了。请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你们有证据就抓我，没有证据出去。叶老师，你家人的遭遇我非常同情，也很同情，但我还是希望你不要对我们隐瞒事实。凶手我们一定会抓到，这只是时间问题。你不是说问话的时候不能有偏见吗？我以为你下一秒就要把他扣住，吓得我当时啊一直用膀胱去偷瞄他那把剑，我怕他用剑捅你。叶元朝有很大的嫌疑。那我们去查查监控吧，看看叶元朝昨天在不在家。那个监控已经坏了。什么时候发现的？是不是他自己弄坏的？派人盯着叶元朝，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报告。是。哎，少爷，少爷，少爷，您的快递。这是什么？我看一下啊。
少爷，是块手表。我不用手表，别问了。是。实在不想说风凉话，但是看到你无功而返，我一点不觉得惊讶。你要是这么料事如神的话，怎么不去支个摊去算命去？智商和迷信是两种东西，到现在你都不能理解这两者的区别吗？哎，行了行了，别说了。总之啊，今天诸事不顺，出门忘看黄历了。哪儿那么多话，吃饭去了。嗯，真的？好啊。哎，这附近有一个麻辣小龙虾，咱一起去呗。小龙虾又叫做克氏原螯虾，生长能力很强，是杂食动物，就在最高的污染水之下它都依然能生活。哎呦，看来挺了解，同道中人啊。你们俩有完没完？走了。哎，走走走走。高队，你吃龙虾呀。人生在世，还有什么比吃喝更重要的啊？找个好老婆。高磊，你怎么找这样的人做你的副手啊？老板，点菜。谢谢。身手不错。那是哥，我前两年在警校的时候，那可是散打比赛的冠军。其实你刚才根本都不用上，我自己一个人全拿下。而且你没发现吗？
我是壮的像头牛，灵活像只猴。吹，使劲吹。吹什么呀？真的。今天没看见什么吗？小龙虾。我没看见啊，没看见，没看见。我跟你说，不是不是不是。哎，老队，我还是觉得那个放羊的人有问题。那个人确实是有问题。他要是说死不说，那我们怎么办？我知道，刑讯逼供。眼光啊，自己做什么不清楚吗？专挑贵的拿。哎，原来刑警队就是这么刑讯逼供的呀。哎，杨老三。哎哎，别走别走别走。你不认识我们了？我们之前问过你的警察呀。最近家里也挺好的。挺好，老婆孩子也挺好的，还都好。张老三，你知道的一些情况呢，对我们破案非常有帮助，希望你可以告诉我们。可是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你放心吧，你说的事情我们会保密的，不会有任何人知道是你跟我们说的。我们都已经调查清楚，那天你一直在山上，而且你的亲戚根本没办什么婚事。那既然你们都已经知道了，我也就不瞒你们了。我们的山上总有落石，前一段时间他们来做什么滑坡加固，这也很正常啊。但是这一次只有一个人来，而且他天天还捣鼓一堆破石头。你看清楚他的样子了吗？我一回头，他就在那儿，还看着我。这里是花园街派出所，麻烦你马上来一趟。就是他。你闹闹吧你。你再确认一下，肯定是他的。就是他。杨老三，我问你，你是不是拿我当礼拜天过呢？你闹呢？这个照片上面是我。你看一下这两张照片有什么不一样？都有鼻子有眼的，没啥不一样的。你把陈一美叫。给我不，你给我不给。
给，也不给我，不对，哎。姑娘，你看，现在都到吃饭的点了，让来领你的人签个字，咱这不都好回家吃饭吗？我告诉你，你要是再胡闹，我拘你五天一点问题都没有，你知道吗？你姑娘，我看你这身打扮，你也不像多缺钱的样子。你要是喜欢的话，你就买呀。你这干嘛偷啊？谁说我偷了？不说了，我给你钱吗？咱们来做个实验。你记住这个三角形 ，OK， 闭眼。好，现在他在哪里 ？OK， 好，闭眼。OK， 睁眼。他在哪？好，你闭眼。OK， 睁眼。你现在帮我指一下他在哪里。你是不是又跆拳去那儿受过伤了？是啊。你怎么知道的？就这儿。有四五年了吧？啊，五年了。右太阳穴下方和枕叶面部受损，只可能分辨简单的图形，但是组合成一块之后就分辨不出来了。所有的三维立体图形在你眼里都差不多，包括人脸。对，我受过伤之后，我看东西都迷糊。我老婆还说，我现在记忆力都下降了。他这是脸盲症，装不出来的。这下可以洗清我的冤情了吧？刚才多简单啊！刚才不就是这一块吗？这样找他做证人有什么用啊？那个人多大年纪？你记得吗？身高呢？姑娘，你现在还有没有其他的情况？你刚才说的那个顾远和你是什么关系啊？怎么到现在还没有过来呢？他是我男朋友，你就放心吧，钱一会儿肯定会送过来的。你看，这都一个多小时了，这还不来，当我做生意不说？那你就跳舞。我放轻松一下嘛。姑娘，这是派出所，坐下。姑娘，等这么长时间了，你那朋友他八成是……这不要你吗？他真的找我。姑娘，你也太放肆了。不对，要不咱们调个化验专家过来吧。他们应该有办法。没戏，他们的办法对记性不好的人管用，对脸盲症没用。大老四，案发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有什么特殊的事情？特殊的事情？哦，我想起来了，可是我真的不记得他长什么样了。然后我还听到天上有奇怪的声音，嗡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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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是这个声音，嗡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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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是什么声音啊？是不是蜜蜂的声
不可能是蜜蜂的声音，蜜蜂声音是嗡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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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那到底是嗡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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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嗡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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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这不都一样吗？陈老师，这个人啊，除了有脸盲之外，有没有耳盲这个毛病？你们都别猜了，还是相信科学吧。是这个吗？不是啊。你能再放一遍吗？对，就是这个声音。这是飞机的声音，无人机。重物坠下，下坠的速度越多，动能也就越大。如果说山上的石头是以这种间距排列的话，我们将重物砸向第一个石头，石头之间产生碰撞，从而形成垮塌。也就是说，这又是一起精心策划的物理犯罪。物理犯罪确实是，但是其中还是有一些变数的，比如车的速度、垮塌的速度，还有动能的计算等等。凶手能这么精心地实施一场犯罪，真的是不一般。恐怕这个凶手还知道那个放羊人本来就有脸盲症。真是应了那句话呀，罪犯不可怕，就怕罪犯有文化。你笔记记了吗？啊，这么好的记忆力还用记笔记吗？听过以后马上就背下来。再说了，我刚才已经手机录音了。这个案子已经死了两个人，而且全部跟夜行案有关系，看来要成立专案组了。达到了一半，关键是专案组里面有什么。一会儿呢，你去无人机公司调后台的飞行记录，我去给局长打个话，你把你的录音放给局长听，他一定会非常欣赏你这种记录方式。他难道是在威胁我吗？应该不是吧，我觉得他应该是想真的开了你。你说你就这么懒吗？出门带个包，带个笔记本，有这么困难吗？包？带什么包？你没有包吗？刑警出门都要挎一个包的呀。没有啊。难道高队是把局里面给我的包他给眯了？这个包都是老刑侦传给刑警的，你到现在还没有。那我看你离登堂入室还差得远呢。那这个包高队有？高队的包一直在办公室挂着呢，所以啊，你就好好努力吧，啊！哎，你坐，我不坐。你看，你叫一美，我叫一好，咱们俩名字都这么有缘分，对不对？你要干嘛呀？姐姐，再给我讲一讲凶手犯案过程吧。老娘很忙。无人机公司那边有没有什么实质性线索？这个无人机被改装过，没有办法记录飞行的轨迹，这种情况还真的是很少见。现在两个案子都是谋杀，彼此之间相互联系，这已经符合重大刑事案件的标准。按照制度要成立专案组。不过高峰，你们掌握的线索实在太少，破案的压力恐怕会很大。哪个命案压力不大呀？我会尽力的。我就喜欢这玩命的劲儿。好了，选一组员吧，专案组里你想要谁？怎么，这会儿知道紧张啊？我紧张什么呀？我是担心高队。你说这成立专案组啊，高队就一个人，不带上我，他怎么能破案？那我觉得你这担心啊，有点多余。其实吧，
我回我的所里边当个片警也挺好。我是我们所里边公认的所长，哎，有时候还能配把枪抓个毒贩去。我自从来到了刑警队，一次枪都没让我摸。你还能抓毒贩呢？你这话说的，我们当片警很危险，好，尤其是在巡逻的时候。哎，你就说我上次巡逻啊，突然接到了报警，说这个人他自己吸了毒，让我赶紧过去。我赶紧换上了防子背心，配上了枪。你开枪了吗？哎呀，别着急啊，我慢慢跟你说啊。我到了之后，看见有一个人蹲在那儿，然后我就叫了一声，他不答应我，然后走过去，拍了拍他肩膀，他突然转身对我就是一刀，然后我一躲闪，躲到了门口，然后掏出枪，啪，打在他的小腿上，然后就把他抓获了。因为这事儿，我还受到了表彰呢。哎，那不错呀。那你继续回你所里当你的片警去啊，上课多有自由，好好干。那是。哎，不对呀，你这话什么意思啊？经验和能力很重要，但脑子和嗅觉同样灵敏才行。好，那我之后就组织开会，把现有的线索都归纳一下，尽快的找到突破口。好，这是我市有史以来较为严重的一起刑事案件，希望刑警大队提高政治意识，树立大局观念，做好侦破工作，尽快还受害者家属一个公道，给人民一个交代。你去吧，报告我等会儿再拿到市警去复。哎，你最近还坚持去靶场训练吗？我过几天去。我只想让你恢复到最佳状态，办案需要。你站在那儿干嘛？开会了。来了，方队。是顾远吗？哦，我是。啊，给俺300块钱，我进去休息了。她是你女朋友？啊，是。夜行案发生在半年之前，地点就是星河苑地下停车场的二层。当时，夜行被男朋友何健开着跑车给撞飞了，在送往医院的途中不幸身亡。当时有一个叫赵志平的人，他是何健的改车工。他出来投案自首，但是由于我们警方缺乏有力的证据，这个赵志平只给判了2年半的时间，关了半年就去保候审，现在已经放出来了。这个案子是有疑点的，首先是视频录像，我们警方是举起视频录像的时候被告知，视频录像是在案发前一天坏掉的，而当时的停车管理员就是唐军川。现在赵志平还有唐军川两个人全部都死了，而他们和夜行案紧密相连，所以分局做出决定，并案调查，并且成立专案组。你女朋友拿了人家东西没给钱，让你去趟派出所，为何不去呢？我是那个时候正在做一个重要的实验，需要实时监测数据，我也是刚回来的。哎呀呀呀！给钱，快！幸亏人家商家不追究责任，你把皮买了就没事了。给钱，快！300是吧？对，你看够不够？是
就对了。对对对对对对。妈，签个字。笔我这有，哎，不用。这个我也得签。你们也得签个字，但必须是当事人签。糖糖。啊。需要你签个字。来，在这上面签个字。家里还有笔吗？哦，应该还有，我去给你们拿。小伙子，唐君川被何氏集团辞退后，现在是一家超市的主管，但是他竟然放着好好的主管不当，在案发前两个月请了假，跑去地下停车场当停车管理员。再有就是赵志平，也曾是何氏集团的员工。而赵志平呢，他有一个高位截瘫的儿子，需要非常昂贵的手术费用。以赵志平改车工的收入是很难支撑的，但是他的儿子竟然住到高档的疗养院。现在最棘手的还有凶手，在杀害赵志平的时候竟然使用了无人机，这种方式也是闻所未闻。你这是在搞恶作剧吧？啊，送礼物的方式倒挺棒，但是我告诉你，你这不可取，你明白吗？哦，对不起对不起。无人机，凶手计划缜密，极富犯罪想象力，犯罪行为恶劣，严重危害社会。冷酷地杀害了与叶晴案有关的两个当事人，我们现在必须要回到叶晴案上去，保护好唯一的幸存者何健，才有可能走到犯罪嫌疑人的前面。怎么，你也玩无人机？是。要说这个无人机啊，哼，那可不是你们年轻人的专利。我这老头子十几年前就玩，那是天鹅市最早的一批。我可以说，每一个机型，每一颗螺丝钉，我都烂熟于心，了如指掌。你这个无人机，云台好像是改装的，飞控也是改装过的，定位器也好像是拆卸过的。哎，你该不是为了想搞违法乱纪的事情而有意改装的吧？小伙子，哪里哪里，我呀是为了多装一个摄像头，所以就先把那些拆下来。哦，嘿嘿，哎呀，那你的飞行记录可就没法上啊，要不然飞到禁飞区，那事可就大了。明白吗？明白明白。好吧，你给我一个联系方式，待会儿啊我找你，咱们一块儿飞怎么样？啊，行，咱们先把那个签上吧。哦，对对对，好，签了。糖糖，看，来签字。到派出所，咱们再详细聊这个无人机。好，好，麻烦您了，您慢走。别说那些冠冕堂皇的话。下次记得不要被抓到。你为什么不来接我？他们只说让我去一趟，没有跟我说是你的事情。好吧，我原谅你了。那笔你试试好不好用？不用太感谢我。叶晴这个案子，我始终觉得是何健搞的。
如果现在是凶手复仇的话，那何剑就很危险。我也是这么想的，但何剑身份毕竟特殊，高队不是已经去打报告了吗？为什么我们总是在案发之后才能找到人呢？案子就是案子，我们也不是编剧，能够支配剧情，提前知道凶手的想法。如果我们是编剧的话，就不会把人写死了。何剑的身上疑点重重，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看来何校园家我们必须要去。有明确证据吗？暂时还没有。何校园家富甲一方，据他家里断言，势必会引发社会效应。如果没有明确的证据，我们会很脆弱。涉及到命案，他应该配合。他虽然是商人，但绝非普通的商人。他经营天龙市多年，杭秀善武嗅觉灵敏，在官场和商场的交际颇广。况且他经营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手下工人有几万人，牵一发而动全身，我注意不行啊。再等等吧。夜行案当中，两个参与者都已经死，下一个极有可能就是何剑。如果高登，何校园家里的保镖与我们分局刑警不同，况且我还听说他儿子何剑在上次案件以后精神就不太正常，这个时候去太莽撞。可如果老邓，你的热情我们都承认，但现在这个时候要谋定而后动，有一击之胜。可如果再犹豫下去，造成不必要的伤害，这个责任谁都负不了。老邓，我请你注意你说话的态度。我承认你是好刑警，可你冲动的毛病能不能改一改？如果当年不是因为你的冲动，王走吧，行动的时候我通知你。何总，您那老毛病治好了吗？很多人都觉得我不成，但我刚入警的时候，师父总是告诉我，警察的使命就是维护正义。当你穿上这身警服，就一定要牢记自己的使命，担起警察的责任。师父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国家。师父，我真的很想你。
来看看你。快快进来。你说你来就来吧，还拿什么东西？来，坐。最近怎么样啊？还好吧，就那样。他呀，这两天正跟我这闹别扭呢。闹别扭？不是一直挺听话的？他这个脾气啊，跟他爸一模一样，只要是认准了事儿，就一定得去做。最近呢，非要考什么警察学校，要当警察。我是不愿意，多危险。您坐着，我去给您倒茶。怎么突然想起来当警察了？当警察将来收入不高，也很危险。我知道，我当然知道。可如果谁都怕这个怕那个，那谁还当警察？来，高栋，喝点水。咱们现在去哪儿啊？去何小媛家。哪儿？爬河见。好。本市发生一起车祸案，因牵涉到本市首富之子何健而受到广大关注，因此我才来到了市南医院，为大家还原当时的情景。你好，请问李仁心李大夫在这吗？我带你过去那边。这就是李医生，你有什么事儿就问他吧。李医生，我有一些事情想要问你，是关于前几天那场车祸的。请问您当时是驾驶的急救车出了地下车库的时候发生了一些意外是吗？我呀不是大夫，我就是一个开救护车的司机，当时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就被撞晕了。我很愧疚。情面怎么样了？总裁，药都是自己吃下去的。打球这玩意儿就得气定神闲，急不得。哎，外面有什么刑警？刑警？让他们进来。是。总裁，怕是来者不善呀。急什么呀？我是刑警队的高栋。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是刑警队的张一阳。哎，张警官，你好，你好。来来来，坐下慢慢聊啊。别让人说我何某人待客不周。志龙，上茶呀。哎，何先生，不必麻烦了。我们这次来是为了高队长。
就您这年岁已经负数级了，了不起啊。我们时间紧迫，还是聊正事儿。那您请说。这次来是想找何健了解一些情况。何健又犯什么事儿了？我怎么完全不知道呢？是半年前叶晴的车祸案。那案子不是结案了吗？我记得很清楚啊，是你们领导打电话给我，跟我说已经结案了的。是这样的，最近发生了一起连环杀人案，而这起案件和半年前叶晴的车祸案有关系，我们想找何健聊一聊。哎呦，何健的孩子最近身体很差，老是发病，我看不大方便。谢谢何先生。何健现在非常的危险，叶晴案的两个知情也曾是你何氏集团的员工，现在已经全部被害，我们真的非常担心何健的案。何先生，我想您现在还不知道具体情况，我们已经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这两起命案和之前的叶晴案有紧密的联系，所以还是希望您能配合我，以免您自己身上担上嫌疑。我儿子的安危就不劳二位操心了，只是说嫌疑嘛，何某人清者自清，没什么好怕的。不是呀，您二位这个案子里头除了我之外你们还怀疑谁呀？何先生，我还是希望你可以慎重考虑，还是让我们警方给他提供全方位的保护。高队长，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不好意思啊，来来，喝点茶，喝点茶。您二位喝那是白茶，我这是黑茶。其实呢，黑茶白茶只要是好的山泉水泡出来都是好茶，没准哪天咱们还一块儿喝茶，是不是？我们真没有时间喝茶。这个何少爷也太嚣张了，长着一张欠揍的脸，我真想给他两拳。他很心虚的，否则不会问嫌疑人的事。就算他知道嫌疑人又能怎么样？他还能杀人灭口？不好说。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去哪儿？守着。总裁，被您开除那几个老家伙已经有两个都死了，不会这么巧吧？多弄几个保镖，好好防备着他。明白。警察那边咱们怎么办？如果任他们这么折腾下去，咱们好不容易压下去的风头怕是又得重新起来呀。打个电话给市局李局，问问清楚的事儿。好。喂，是李局吗？不让你去，你非要去碰个钉子，你把我话当耳旁风啊？你有没有把我这个副局长放在眼里？对，高东，说话。高东，高队长，我现在命令你马上回局。拜拜。局长，你想接就接。喂，局长，是，明白。
放心吧，局长，保证完成任务。局长让我跟你说，你不用说，我都明白。那咱们收队。做警察也太不容易了，是不是？咱们明明是在做好事，这个何小远还给我们告状。在证据面前，真相自然就会浮现出来。至于何健，我希望社会各界对他的评论公正一点，好吧？对不起各位。顾源，顾源。你这最近有点迷啊，兄弟。我最近有点失眠，没休息好。哎呦，估计是晚上工作太累了。你好好休息啊，对不对？哎，好好的，注意身体啊。实验室不忙，这个是怎么样，好看吗？我今天刚买的。花粉过敏，还是拿走吧。啊，夸张吗？你记不记得我前两天跟你说，我还在外面租了一个不错的房子？怎么了？你们是要搬过去住吗？这样，你一个人先搬过去吧。你不过去？我还有事情要处理。你这是要赶我走？我们现在这个样子，确实有些不太方便，而且我的工作。比较危险，我怕牵连到你。哎呀，有什么方便不方便的？大不了以后你工作的时候不烦你了。就是做个实验吧，有什么危险不危险？我认真的，你搬过去。为什么呀？就因为那天我跟你软麻烦了。不是，就是因为你在这儿，我很不习惯。
哎呦，好怕怕哟！我去，人家还以为是真枪呢。这就是传说中，哒哒哒哒哒哒，冒冷火的加特林呀！哎呦，哎，穿越火线打多了吧？告诉你，咱俩无冤无仇。我他妈今天就是过来收拾堂堂这个小婊子，是他妈堂堂这个臭婊子先对不起我。我今天过来就拿点钱。
高兴，茄子酒尝尝。听见没？我大哥跟你说话呢，听见没有？给不给？不给是吧？踩！哎，你别走啊，高兴，别走啊！这给咱儿子用的药啊，我想啊，还换换了啊。又看这视频，你认识他？啊？哦，我不认识他。你不认识他，你老看他干什么？我就随便看看，随便看看。喂，啊，好好好，哎，马上到啊。走吧，老李，来活了。啊？哦哦。老队。这是你让我查的叶元朝最近的行踪记录，小芳一直在盯着他。叶元朝最近一直深居简出，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觉得何健身上一定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你想，唐军川潜伏在地下停车场，这一定是有预谋的。他就是为了能够接触到监控录像，好毁灭证据。赵志平撞死叶晴也是有预谋的。否则像赵志平这么好车技，怎么可能在地下停车场撞死人呢？所以这两个人一定是被何健收买了。现在这样如此，我觉得是何健在斩草除根。当时赵志平在停车场内等待着同伙发微信告知叶晴来了，此时赵开车加速撞向叶晴的同时，唐军川断了电，至此撞死了叶晴，变成了意外事故。之前我们已经试过，这个赵志平是一个老司机，就算是真的断了电，他也会第一时间踩刹车。我个人还是怀疑火箭。你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是还不全面。以唐军川的经济条件，他不会因为钱去铤而走险。还有就是赵志平，他有一个高位截瘫的儿子，如果他出了事情，他儿子怎么办？他是不会不想的。还有就是何健，他家里面圈养了那么多的打手，真要做这件事情，他用不到这两个。可是我还是觉得，与其我们在这猜，不如去现场看看。老李啊，这次出门多久啊？
你多长时间回来呀？多加几件衣服吧。自己在外面多注意点啊。啊。你说这么多年，竟为了孩子，也不多买两双鞋。衣服和鞋我都给你装好了。老李，出什么事儿了？赵志平死了。那应该是个意外吧？别自己骗自己了，到底怎么回事？我心里清楚。老李，咱报警吧。报警？不行，绝对不行。你让我对警察说，说我们是害死叶青的凶手。让我对老唐的女儿和老赵的儿子说，他们父亲的死是罪有应得。老李，那咱不报警了？别说了。记住啊，我走了以后，别人要是问起我去哪儿了，不要说。这件事情不能让别人知道。这老唐、老赵他们。他们走得不太体面，这万一我……我可能想得多了点，我只是想出去躲一躲。这天鹅市啊，说大不大，那说小呢，也绝对不小。他们找不着我，你放心吧啊。这是我的公司卡。刑警队的。哦，你好。有些事情想向你们打听一下，就是半年之前啊，在你们地下停车场不是发生了一起车祸吗？具体情况能给我们说说吗？我们这事情发生这么长时间了，连实在不记得，一点都不记得了。不太记得了，忘了，你这都模糊了。谢谢你们啊。不好意思，有个人一直在叮嘱我。好，那好，谢谢啊，再见啊。没事的，再见啊，再见。咱们一起去啊！自己人，自己人，自己人！自己人啊！我又是你们，你们是这儿的警察吧？我看你们在这走访调查，我是线人啊！什么线人？卧底啊！你是哪个所？啊，我中派出所，中派出所，应该是这儿。老赵在哪儿？老赵在哪儿？就是去年刚入警的那个硕士片警老赵嘛，他跟我说我是他那个高级线人，所以有什么坏人在我们这儿，我就跟他单线汇报。放开他吧。哎呦，不好意思啊。谢谢。我有个大秘密要告诉你。什么大秘密？你知不知道我们小区有多少个灭火器啊？多少个灭火器？380多个灭火器啊。这我知道，然后呢？那你知不知道380个灭火器什么时候过期啊？什么时候过期的？82年就过期了。然后呢？所以我们小区现在已经全部过期了。再然后呢？还有什么然后？这多大一件事啊！你知不知道380多个灭火器多少钱呢？值好几万呢！就前几年那个什么《人民的名义》看过没有？你知道这往下查有多少腐败啊？有多少待证啊？这我们深究下去，也能打个大老虎啊！是不是啊？别说了，你说的这些情况。等老赵来了之后，你向他反映。不过我们现在确实有一个事情要向你了解一下。你说，半年之前在这个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发生了一起车祸，这事儿你知道吗？半年之前？哦，我记得，我跟你讲，我们小区没有我不知道的事儿。
当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或者是可疑的人，你给我说一下。我真的，我想想，哦，我记起来了，有一个人啊，特别没有公德心啊。我跟你讲，他扔了一地的烟头，你知道吗？我记得他当时开了一辆救护车，就停在那个便利店门口。我跟你讲，当时我没注意。我跟你讲，他车一开，我去！我跟你讲，那一地的烟屁股头。你说现在的人都什么素质啊？你说都什么素质？还当医生的，当医生还抽烟。你说这都什么人？你说现在，是吧？那辆救护车在这停了多长时间？车，哎呀，这个车，反正有很久吧。反正我去吃饭的时候吧，他还在。我吃完饭回来，他还在。救护车的车牌号记得吗？嗯，那我不知道了。那你说的这家便利店在什么地方？便利店就我们小区门口的便利店。哦，谢谢你。你好，我们是警察。你好。那个男老板呢？你是我弟弟啊？嗯，他不在这上班。就是有时候我不在，他来帮我看看店。你找他有事儿？你是说一直都是你在看店？对啊。半年之前，在你们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有一辆救护车一直停在外边。这件事情你记得吗？记得。那事儿啊，蹊跷，那辆车在外面停了大概有2个多小时吧。来得挺早的，中途那个人还进来买了2回烟。在我印象中，这样的救护人员是很少抽烟的，但是那个人一根接着一根，所以我对他印象特别深刻。那个人有什么特征记得吗？我不记得了。那那辆车呢？救护车嘛，不就是那个样子吗？不过那哥们儿确实挺倒霉的，当天晚上我们这地下停车库发生了点事儿，就是他下去救的人，刚把人救上来，车就被撞了。被撞了？嗯。肇事车辆是一辆什么车？你有印象吗？没看见，刚好那时候我到库房里面去盘点库存去了。那时候谁在店里来着？哦，对，小王，你过来一下。来了。他刚刚一直在偷看我。你们老板说，半年之前在你们门口发生了一起车祸，有一辆救护车给撞了。肇事车辆是什么车？你记得？当时我好像不记得了。这个女孩当时就在那辆救护车上，她因为抢救不及时现在已经死了。这不是一起普通的交通意外，是一起谋杀案。你当时都看见什么了？我当时看见，我看见一辆车撞到一个救护车上，具体什么情况还真不清楚，当时店里挺忙的。案发时间是晚上9点钟，那个时候店里还忙吗？那天是星期天，店里买东西的人比较多。这么长时间的事儿，你还记得当时是星期天？那天是我女朋友生日，我这边当然记得了。我给你留个电话，你要是想起什么，随时给我打电话，我知道吗？我叫高栋，谢谢你。别胡思乱想，他不会再回来。有我在，别害怕。救护车这么重要的线索竟然被我们遗漏了。高队，我觉得这个店员小王一定是在刻意掩饰什么。马上去落实，案发的那天他女朋友到底过不过生日？好。对了，
还有就是这辆救护车，明明还没有发生车祸，他就已经在这等，这说明什么？难道未卜先知啊？一定有问题。我儿子高兴出了点事儿，我就马上去医院。你现在就去查那辆救护车是哪个医院派的，医护人员是谁，查到以后马上告诉我。好，没问题。为什么在学校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医生说没什么大问题，就是有点轻微脑震荡，休养几天就没事了。嗨，这不是孩子之间闹着玩吗？下手没轻没重的。闹着玩？有这么闹着玩的吗？你们学校对安全教育是怎么开展的？过几天我要见一下那几个孩子，学校也要给我一个说法。这事儿也不能全怪在学校头上，这是孩子之间的事儿，而且就是孩子之间开了一个比较过分的玩笑。我想我们学校已经尽到义务。什么玩笑？有这么开玩笑的？这是校园霸凌，我希望你们学校引起足够的重视，避免以后发生类似的情况。高队长，其实高兴这孩子吧，平时挺活泼的，就是孩子之间的事儿，我也不好说什么。这件性质很恶劣，如果你们学校都不重视的话，那谁来保护这些孩子呢？但是我们学校也很无辜啊，对方也是几个孩子，我也不能随随便便去惩罚。你们这是包庇。今年二月份，校园法刚刚对欺凌进行了定义，今天的事情完全符合提案中对欺凌的定义。如果你们学校对欺凌进行包庇的话，那我们作为家长有权利向学校讨一个说法。陆老师，我们也不是针对那几个孩子，就是希望你们学校引起重视，避免以后其他孩子也受到同样的伤害。我们作为家长的，希望你们学校给出一个妥善的处理结果，可以吗？好吧。约会去了。穿上点吧，别再感冒了。这话怎么从你嘴巴里说出来？那么奇怪呢？干嘛？你还想管着我呀？我也管不了你啊。知道就好。那你这回去换身衣服吧，别再吓着孩子。真漂亮。哎，你好。你好，找哪位？我过来了解一下情况。半年前地下停车场发生一起车祸案，是你们医院的医生进行施救的吧？是哪位？你说的是李仁心吧？我记得那天是他去的。我想找一下这个人。他这两天不在。休假了吗？也不是，他是前天下午走的，这两天也没回来。可不可以联系上他？联系不上。那有没有他的家庭住址什么的？也没有，信息中心应该有他的资料。麻烦你带我去看一下。哎，好。啊，还有心思玩呢？啊，老爸，你终于回来了。让老爸看看。啊，疼不疼啊？哎呀，是了，老爸，你跟我讲讲办案的故事吧。这医生不让玩游戏机，太没意思。又想听办案的故事啊？跟我讲讲最近的案子。最近的案子都得保密。跟我讲讲这告诉个秘密。你还有秘密呢？那老爸得看看你这秘密啊有没有假设。这个秘密是关于我妈的。你妈那有什么秘密啊？妈最近谈恋爱。
麻烦您帮我把这个再打印一下。好的。谢谢你啊。没事。哎，这个李仁心平时跟你们关系怎么样？老李这个人吧，怎么说呢，挺怪的，烟瘾吧特别大，口袋里老是装着一盒烟。您刚才跟我说李仁心是前天下午走，在那之前有没有发生过什么异样？你这事儿还真问到点上了。当时我们正在救援，到一半的时候吧，他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就找不着了。我们给他打电话吧，也打不通。当时啊，我们也没多想，他平时就这么奇怪，就没往心里去。哎，半年前地下停车场那起事故，你现在还有什么印象吗？那事儿吧，我没参与，但是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他挺邪乎的。怎么个邪乎法？当时是李仁心休班，但是呢，他那天在医院忙到很晚，晚上的时候呢，又是一个人开车走的。他去就去了，他还被别的车给撞了，撞了他的司机还逃逸了。这起撞车事故我们知道，但是肇事车辆为什么没找到呢？他当时就跑了，也没拍下来，这还上哪儿找去？家庭住址给你发过去。你先走吧，我知道你忙。我们在他家楼下见，我马上过去。好。爸爸要走，我说。谁呀？警察办案。找谁呀？你好，警察办案，请问李仁心在家吗？他不在家，好几天都没回来。有一些问题我们需要问一下，这是我们的证据，能进去他吗？进来吧。客气。吃点水果。谢谢。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你。
你老公呢？啊，前两天我们俩吵了一架，出去了，没回来，在哪我也不知道。是不知道啊，还是不想说呀？我是不知道啊。你不用紧张。没紧张。你跟你老公经常吵架吗？嗯，都是因为孩子的事儿。吵架之后，你丈夫会去什么地方？以前都是他去外面住一天就回来了，这一次两天了。啊，他有一些比较要好的朋友，应该是在他们那儿吧。你把他那些朋友的电话或者是联系方式都写下来。啊，行。上写的这些电话，每一个都打过去进行核实，看看李仁心在不在。好，明白。房间看好了，8401。那就好，谢谢您。我帮您吧。啊，不用。还不打算说吗？嗯，我说什么呀？你丈夫李仁心在什么地方？我哪知道？我不是把联系方式都给你们了吗？
已经核实过了，都不在他们那儿。你丈夫李仁心的命现在就握在你手里，凶手很可能比我们警方先找到他，你不希望他出什么意外。发现易元超不在家，他好像出去了。我知道了，那儿有进一步的情况，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好。现在救你丈夫李仁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我们必须在凶手之前找到他。去支援小芳，不要轻举妄动。是，明白。犯罪嫌疑人现在已经开始行动了，你就算不替你丈夫想，也应该替你们的孩子好好想一想。你不希望你们的孩子没有父亲吧？只有你可以救你的丈夫。我们只是想保护他，只是想让他回到这个家里来，想让他和家人团聚。别哭了，赶快给你丈夫打个电话，你问他在什么地方。好热，响！你说这空调是不是有问题啊？你赶紧去看一下。去啊！去吗？怎么是热风？这边请，往前走。准备说他在什么地方吗？你再不说的话，我们也救不了他。
电话，他又去白玉兰大酒店。等他警察，他会不会有危险？我们会尽力的。等一下。这个男人就是那个女生，他有心脏病。前两年他刚安的心脏起搏器。你这个人，你帮我查个人，有没有一个叫李仁心的住在这儿？好。不好意思，电脑有点慢，马上。查到了吗？查完了。住哪个房间？没有这个人。不可能，你仔细查一下。真的没有这个人。喂，出事了，四楼，马上来。就在前面。就是例行查夜的时候，然后发现门口躺着一个人。喂，喂，大点声，我听不见。喂，喂，高队，叶元超不见了。叶元超跟丢了。哎呀，我说明天再查不行吗？不行，今晚找不着我就睡不着觉。你别说了，你现在马上到白玉兰大酒店。李仁心已经死了，请求总部支援。我记得放在这儿啊，怎么没有啊？哎呀，我记得有可能是在窗帘后面。找到了！哎，知道吗？这可是你送我的情人节礼物呢。神力够尖的呀！那在这儿等着警察来。
把手拿出来。把手里的东西扔在地上。站住！站住！所有人回房间，查报案。回房间，站住！站住！回房间！这个叶元超非要亲手抓了他不可。快点开，快点开！啊，好。站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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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现场消息，车已改变方向，往东北方向开去了。东北方向是老城区，人口密集，道路复杂，犯罪分子一旦闯进，我们会很被动。东直交警大队，全力支援，一定要截停犯罪车辆，务必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是是。这里发现了一枚脚印。好，队长，8301房间发现了炸碎的金属，看起来像是磁铁。好，局长，你是怎么盯着的？限期3个小时，把人给我找回来。是。等等，先回酒店，让他们把目击证人给我叫。是。老板，哎，陈亮大叶老师，今天还是老规矩。对，4个包子，1碗豆浆。好嘞。您拿好了。哦，对了，跟着一模一样，给我再来一份，中午到学校带到学校去。叶老师，这包子冷了可不好吃，要不您中午过来拿。没事，现在学校都配有微波炉，到时候温一下就可以了。那行，好。叶老师，昨天咱这儿出事儿，你知道吗？哦，我昨晚和朋友喝酒没回家，出啥事了？我跟您说啊，就昨天咱小区对面的酒店来了一帮子警察，折腾了一个晚上，听说要抓什么人。抓到了吗？这我就不知道了。来，您拿好啊。哎，给你钱，真好啊。好，谢谢啊。再来啊。哎，听说了吗？高度昨天出事了。真的假的？小吴亲口跟我说，说他浑身是事。陈老师，拿着。哎，陈老师，怎么这是不知道啊？哎呀，不管了，走吧，走。昨天晚上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现象？昨晚，要说有什么异常现象，那就是空调了。对对，那个空调不知道怎么回事，特别邪门，怎么调那个遥控器都不管用，屋里30多度。快热死我们了。还有吗？还有，还有就是那个宾馆闹鬼。闹鬼？对啊，空调坏之前我听到屋外有人敲门，我打开门，门口根本就没有人。
视频中心，视频中心，重新排查301号房门口监控。收到，收到。我们翻遍了25楼的监控，然后发现了这个人。证人刚才指证的，应该就是他了。局长，这是我们唯一拍到了罪犯样貌的照片，要发通缉令吗？你们只接到了这样的照片？嗯，罪犯很谨慎，反侦查能力也很强。就凭这些照片，你让我通缉谁？局长，之前给局里体检的大夫听说高队受伤了，特意让我把这个送过来给你。需要养一段时间，局长。昨晚那个人跟丢了。哎，坐吧。是。看看这个，局里的医生送来的。心理障碍。这是高栋的体检报告。局里的医生知道他住院了，才交给我。之前高栋不让见，你们平常在一起也没发现？没有，高队人挺好的，平时也不跟我聊私事。上次警队查体之后，我翻了一遍，就是没看到他的材料。他一直跟我说没事没事，这一出事就出了个大的。以后啊，一定把这给我看好。放心吧，局长。我一定会好好的照顾高队的。查一下，一辆灰色的瑞风，车牌号是浙 B FT 758。好，我现在去查。哎，局长，那天我送高队来医院的时候，他迷迷糊糊的喊着“师傅”什么的，还说别的了吗？你没说别的。这件事啊，说来话长。我跟你们高队是同学，他是我从警这么多年见过的最适合当警察的人。学校一毕业就进了刑警队，大家都说他是人才。局里呢，就派了一个有经验的刑警老王带着他。没想到短短几年，接连破获几桩大案，不到30岁，就当上了刑警大队副队长。真的？高队以前这么风光？没听他提起过，可惜了。如果没有2年前那件事，他现在已经调到省刑侦缉队了。2年前，什么事儿？那是2015年6月的事儿。别动。
对罪犯有一种天生的嗅觉。他们碰到两个歹徒，恰恰那两个歹徒又是通缉犯，他们持枪抢劫了一个家庭，而且还把孩子扔到水库溺死。高队一眼就看出来，所以高队就开枪了。只不过那枪开晚了。开晚了？在那个紧急关头，我们所有人都会犹豫，但就是因为这半点的迟疑，他没有救下老王的命，所以那件事儿在他心里就成了一个结。原来如此，真看不出来。你怎么了？哎，坐，你怎么了？你腿怎么了？到底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参加过警察的追悼会吗？高栋参加的第一个追悼会，就是他师父的追悼会。前脚刚刚哭完，就被拉去参加表彰大会。刑警就是这样，肩上的荣耀，往往都是战友用牺牲换来的。怪不得高队现在变成这样。从那以后，他就像换了一个人，跟所有的人都不合群。其实我心里清楚，他是在归咎于他自己，知道自己是个贼心，所以刻意跟别人保持距离。最后，我就是从楼上跳下来的时候崴了一下脚，然后把追我的警察给撞了。我没想到你竟然做了这些。妈和晴晴都是我的亲人，他们不能含冤而死，必须要让那些伤害你们的人得到应有的惩罚。我不能容忍他们害得您家破人亡，只有我才能为您复仇。你不要再说了。爸，我真的不想您在悲愤中度过余生。干什么呀？自己拿去。妈，这车是你的吧？孩子，你现在啊，就回去好好休息。我呢，会照顾好我自己的。对了，我记得，你还有一个星期就要出国了吧？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你现在赶紧回去把脚伤养好。我是想在走之前把所有的事情都完成。顾远，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你就听我的吧，别再错下去了。这车啊，2003年买的，快到报废期了，自从换了新车后啊，一旦也没哎，黄队，哎，我跟您汇报一个情况，我这边呢有辆车比较可疑，对，地址是。回去好好休息，你已经很累了。
我说你这孩子怎么还跟小时候一样犟呢？你记不记得了，你有一次考试，啊对了，考的是汉语拼音，你得了90分。你看这个写错了吧，这次得不了100分了，只能得90分。别哭别哭别哭，别哭鼻子，来来来来，按摩眼吧。这支最中医的钢笔，给你上中学上大学用好不好？来拿着拿着拿着，好，来写吧，别哭了，别哭了，不美。是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哭得特别伤心，您知道吗？我其实就是想，如果我考了100分，我就可以让你去给我买那种带着糖豆的玩具枪了。哎呦，你说我哪知道你们孩子的心思啊。哎，不过后来我送你一支钢笔啊。后来您不但送了钢笔，还送了糖豆。那是我第一次吃糖豆啊，我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糖豆是那么甜。后来等我考上了大学，我记得我买了好多好多糖豆给你，其实我就是想让您跟我一起分享那份喜悦。你别提你那个糖豆了，我现在血糖高就是因为吃你送那个糖豆吃的。这指纹还没提取出来，犯罪嫌疑人用了茉莉花油将车子内饰全部擦了一遍，那靠枕和那个 DNA 检材上的都没有。有意思，看来是个行家呀。这个案子我们还报告队长，在汽车的 A 柱有半枚指纹。我小的时候每次我爸喝多了都会打我妈，我每次看到他对我妈拳打脚踢的时候，我心里就再也没有那个万恶的老爸了。后来谁知道那个家伙真的把我妈妈打残了，后来我妈妈跑了，当时因为我太小哪也去不了，妈妈只能跟着妈妈。我这辈子要是没有您，我什么成绩都没有，我就是城市里面最底层的那只流浪狗，每个人都唾弃我，所以我不想看着您孤苦伶仃，我要为您养老送终，我要让他们所有人都付出代价。孩子，不能让你因为我而感情一时冲动毁了自己，看着我，你现在马上回去好好休息，把脚伤养好以后
老子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这样孩子就毁在你的手里。老子的儿子，给我！你这样不行的。我觉得你现在这样挺好，也可以让你清醒点。是啊，我们现在时间紧迫，有很多细节还需要落实，我要出去一趟。哎，不行，高队，你不能走，你伤还没好呢。我现在出去要跟你打报告吗？对，昨天撞您的车，没有发现任何尘埃，也没有点点剪裁，连半根毛都没留下。我让你查的车呢？您让我查的银灰色的瑞风，我发现了半枚指纹，我怀疑是犯罪嫌疑人留下来的，现在已经送去比对了。一有结果，马上向我报告。是，高队，那你好好休息，我现在就回去盯这事儿。李梅，麻烦你帮我拿件衣服。我不。张扬，你去给我拿衣服，然后跟我一块儿去学校。高队，一会儿医生还要给你换药呢，你不能出去。我自己去。哎，高队，局长让我看着你呢，这是命令。命令个屁！连一个60岁的老头子你都盯不住，我没找你已经是给你面子了。告诉你，张扬，你要是再影响办案，给我滚蛋！让我滚蛋也可以，你现在写申请，局长同意了就行。你现在不让我看着你，门都没有。你还像个警察吗？我是警察，看好你也是我的职责。哎，高队，张莹，别拦着他，让他去。左小臂揉骨和耻骨骨折，不休息没什么事儿，大不了就是残疾嘛。我看看到时候怎么去办案。好啊。不吵了，门外我就听一头鳟鱼在那叫，这是医院，不是你的刑警队。你让他看着我的。这个案子让年轻人去做，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养伤。我不需要养伤，这是命令。我觉得宜阳啊，不是为你好。你知道昨天谁把你背到医院的吗？肯定不知道。高队，你坚持住啊！高队，没事儿。就算他救了我，案子一样要破。张扬，我命令你，马上去李玉伟曾经的学校，调查他和岳元朝之间的关系。高队，你现在还清醒吧？他就是一小孩，跟岳元朝能有什么关系啊？废什么话，让你去你就去。明白，保证完成任务。跟我说一声呀！昨天晚上接到个紧急电话，有个实验要去。那你
你也不能招呼也不打一声就走了呀。怎么了？你脚怎么撞哪了？摔了一下。没事吧？要不要去医院？没事没事，是扭到了。你要是工作太辛苦，你就多休息几天，工作是忙不完的。啊，我知道。还有，你以后不准再留我一个人在家了。这次是紧急情况。麻烦您帮我查一下叶元朝教过的学生的资料。好的，稍等。哦，在这儿。我去，叶元朝教过这么多学生？那可不，叶老师啊，带的可是我们学校的尖刀班，班上所有的同学啊，基本都能考上名校。有多少人挤破脑袋都想进他的班？不就是书呆子班吗？你可别瞧不起我们尖刀班，天鹅是最大的房地产商，为了我们尖刀班啊，都来学校跟我们合作捐款，就是希望我们尖刀班能越办越好，这样就能提高学校周边的房价。一个尖刀班能有多少人？能让房地产商在这周围盖那么多楼？物以稀为贵嘛。这个李玉伟是不是叶元朝的学生？资料上有的都是他带过的学生。哦，叶元朝教过的学生当中有没有叫唐唐的？唐唐名单上有吗？没有，刚才搜了没有。那就应该是叶老师之前带过的，市南一中。你是说叶元朝之前在市南一中干过？叶老师是最近几年才在市南一中调过来的。凶手！